益生菌多吃会不会过量呢？针对这个问题呢，首先啊，老安要讲的是，答案是不会。但其实呢，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吃的不够量，所以达不到预期的效果。如今呢，市面上呢有许多品牌的益生菌产品，几方面呢又不是很贵，菌种呢都是国家食药监认定可以食用并公布的，能够帮助人体提供日常所需的益生菌，并保证呢适合的剂量。另外呢，益生菌不会呢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，因为呢肠道当中的位置有限，所以呢过多的益生菌会随着我们的粪便被排出人体之外。曾经有研究报道，顽固性便秘的患者呢每天服用10个菌种，一共8000亿的活菌也是安全的。总之，益生菌多吃没关系，就怕呀吃的不够。